开始拆吧，先把螺丝拆掉，装粗料先。装吧装吧，把粗料放上去，然后用螺丝固定好。并锁紧，装好粗料的状态就是这样，并把粗料的链条挂好，从尾端开始挂链条。从这里放下去，挂住上面的小链轮，然后把链条接起来，注意绕链轮、绕链条的方式，跨过，接起来。用链锁住它，注意链条的松紧度，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，检查一下，如果太松可以调节这后面两个螺丝，把张紧链轮的角度摆正，直到调整张紧松紧度合适为止。现在把输送尾架接起来，输送尾架的前端放在包装机的进料口，输送尾架的后端的立柱用螺丝固定好，前端用螺丝和包装机连接起来，注意下面有两个安装孔位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圆孔，用螺丝固定，然后注意输送尾架和包装机主机的间隙要密合完整，并且台面板和尾架的高度要一致，这个和这个的输送高度要一致，进料槽和火箭的进料槽边缘要相平，不然会进料推子进去的时候会打住。各方面对好之后，螺丝锁紧即可。可以允许后尾架台面板比火箭高度稍微高一点。好后，把尾架开关连接起来。如果不连接的话，通电包装机开不了机。现在我们把输送链条
挂到包装机上去。注意，链条有方向，并且把调节手柄放平，调节手柄的前端对准固定两个安装孔。推子的方向是挂链条时注意这个方向。现在我们开始挂链条，像这个链条经过第一组张紧链轮上来，上来之后呢，用手牵引这个链条，直到前端。前端链条前端挂住主动链轮，用手调节料位手柄，转动手柄，使主动链轮挂住链条，带动链条。链条即穿入包装机，把另外一头和链条把接起来。锁，先把链锁打开。将两个接头接上，再扣上链锁。OK， 是整个包装机的安装工作已经完成，装好的状态如此。下面我们可以通电视。将包装机预热，把温控表开关打到开的位置，让中风和端风加热。温控表的温度根据包装膜的厚度和包装速度实际去调整，如果封不住可以加点温度，如果把包装膜烫烂需要温度降低，根据实际经验去调节。遇到有色标的包装膜需要调整光电开关的灵敏度。包装机通电以后，先不要装膜试机，需要将包装机点动，检查一下各个部件运转方向是否正确，有没有出现异常的卡顿现象。点动没有任何特殊情况之后可以按启动，检查空机开机的状态。不要有任何卡料异响，如果有异响需要检查后再开机。空机检查各方面正常之后，需要将后输送尾架的间隙调整至产品一样的宽度。注意这里有两个螺丝，一松开之后台面板可以两边自由打开，把产品放进去，根据产品的宽度调整进料挡板的宽度，不要太宽也不能太窄，合适为止。
前后都要调。这两边的缝隙要留一点这个油油。注意前伸进自带口的挡条的间隙和折纸板之间的间隙，留一点包装膜穿过的缝隙，不要太宽，也不能太窄。OK， 调整，尽量台面板的间隙工作完成，可以装包装膜，走空袋。注意包装膜的方向，有印刷一面在外面。放进包装膜之后，需要将包装膜固定紧，注意这两个有个手柄。将包装膜固定好，包装机开机的预热过程一般需要10到15分钟，必须等到温控表的设定温度和实际温度一致之时再开机。好，我们开始穿膜。注意从第一组滚筒过来，注意看包装穿包装膜的顺序。手柄处于打开状态，将包装膜穿过，然后从第二、三组滚筒穿过，进自带器折纸板，穿进包装膜之前注意调整挡条的位置。挡条一般如果我们发出去是这样子的，挡条一般要伸至离台面板5个毫米左右的距离，如图。调好之后，再固定好螺丝。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方法，调整至离台面板5个毫米左右的间隙，继续穿膜。穿过之后，用手拉过第一组拉指纹，在拉指丝之前注意开合手柄都处于打开状态。当包装膜穿过之后，将第一个手柄合拢，然后将包装膜收紧，再调整可调手柄的角度，可以上下搬动。这个带松了，这不行。注意观察包装膜伸进自带器的角度，并且和张紧度。包装膜太松、太紧都不可以。注意调整到包装膜的张紧度合适，要绷起来有力，两边都要有。
这个角度可以调整上面那个可调手柄，对，上下摆，然后合拢手胶棍的手柄，这个第二个拉子轮的手柄合拢。等一下啊，在操作触摸屏里面的走模点动的走模包装模模前进，我再检查一下这些，然后检查走的包装模各个方面是否正常，主要注意看包装膜穿过承带成型器之后的张紧度。那这个地方张紧能过得去就行了。前面注意包装膜的高度要能够让产品进入，检查无误之后不要太高也不能太矮，检查无误之后可以运行空带走。注意看，这个时候承载器的包装膜还是有点松，停机再调整包装膜的张紧度。直到调整包装膜张紧为止，再合拢包装手柄，再按开机，继续检查。现在包装膜的张紧度两边刚好，让包装膜有一定张紧力。现包有点慢的话，就调这个。如果操作运行过程中出现包装膜拉带或者卡滞的现象，可以调整刀速手柄，直到包装膜和刀的速度一致，不要出现有拉带或者卡滞的现象、堵膜的现象。OK。注意观察空机试包出来之后的带子中锋的情况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膜没有对齐，需要调整调偏的手柄，哪一边多了就往哪一边调，然后松掉包装膜，再重新对位，再开机，注意观察现在包出来空带的背风，再调，还是有点偏，需要再调整一点，再重新对位，再开机，直到调整两边包装膜对齐不露白边即可。调整好空机走膜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做下一步准备工作，放产品过来试机调料位，还有根据产品的长度把带长